เย้ไม่ได้ก็เผาอ่ะ好的，我的策略很简单。打他屁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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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他屁股。咦，没气了。谢谢招待，谢谢招待。我不管怎样，我他妈我都先拿下。我觉得如果你跑快一点会比较不痛，跑越快越不痛，跑越快越不痛。